这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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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
这怎么下这么大呀？停车，把花家的摊子砸了。是，把摊给我砸了。是，是什么事？这位才是东家。这位客人着急买点心啊，包圆可以，小车可不卖。这位客官，这一车点心是一贯钱，请问现钱还是挂账？郎君莫不是没带够钱？这么大，找不开啊！不用找了。郎君真是阔绰。你搞什么鬼？吃好了您再来，还不快包起来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！走！你可真的人是谁啊？净做些吓人的事情。不知道。啊，算了，不知道也好。